弗米拉尔滨尼西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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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、哦、我将军穆罕默德· a 阿拉 a h 人及其时，就阿拉赐福于他的其他人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。阿拉赐予众仆人的恩惠之意，就是让他们享有一个祈求心善的、吉祥和福尊的季节。 这就是有着许多恩惠或得到安拉的慈悯、善心的回报、加倍的益气，请让母亲说说，安拉在你们的日子中有着许多恩惠，因此你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，奋力的行善，或许你们一方得到一个恩惠，永不会倒霉。 这个信仰的又是许多已已经和恩惠的意意义，就是音乐。正如安拉所说：“以安拉的判断，月数确实十二个月。”安拉创造天的日，已记录在天经中，其中有四个禁月，这就这就是人教。光你们在禁月里。 不要自己穆生。在辞朝那天说：“阿拉创造天地日历时光循环一成不变，一年十二个月，其中有四个金月，三个十连续的金月，一历十一月、十二月和一月以及其余一里六月。” 和八月之间的七月，金月也有神圣的地位。称其为金月，主要是用为十四个月是十二日月，不得在这些月份中盛开杀戒。因此，一些人教法禁止在金月中盛开杀戒。 正如阿拉所说，他们问你，今夜你可以做什么？你说，今夜你做上十大罪。今夜是给全人类带来和平的生命，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，平安之是阿拉的名称之一。正如阿拉所说，他是阿拉，就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君主，他是世界的、是健全的、是保佑的，母亲是仁慈和和平的，简直正如阿拉所说：“我派遣你，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。” 安拉的使者在乐园被好香，就寄到三遍，有念主啊，你说平安，平安只来之你。尊严大德的，主啊，你激情无比。伊斯兰教不渴望战斗，也不渴望流血。并强调。 倾向和平，正如阿拉所说，如果他们倾向和平，你你也应当倾向和平，应应当信赖阿拉。他却是全村的，却是全职的。牧师说：“人们啊，你们不要，盼望与敌人交战，你们向阿拉。” 血气平安，当你们遭遇敌人时，要英勇奋战。伊斯兰的社命是和平的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获得喜悦、幸福和快乐。安拉说：“众人,人啊，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，我使你们成为许多。” 民族和种族，以便你们互相认识。在阿拉看来，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近为止，阿拉却是全日的却是迟日的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就阿拉要说和你们一起赠送全国阿拉各位穆斯林。 尊重禁约需要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，避免极端主义和流平民的血。我们也要避免恐吓或侵犯平民，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这些禁约的日子，奋力地行善。 多多服从阿拉，接近阿拉，正如阿拉所说，应当力行善功，以便你们成功。牧师说：“你在音乐中分斋已开始，你在音乐中分斋已开始，你在音乐中分斋已开始。你在中分开”使者一边说，一边用三个手指,指：指「比划着，比划着。 住三个日头然后又陶，开了姚申凯一日语日一就是伊利七月伊利七月被称为这个名称，因为它是种大种大的语言日伊利曲叶日语就是尊重，我们在伊利七月所庆祝的尊。 重大重实现之一就是野心和和胆小的奇迹。一里七月是异想异月的优势。阿布巴克瓦拉说：“一里七月是播种一月，一里八月是灌溉七月，一里一月是。” 收获日月，穆斯林应该利用伊历契约的日子，奋力地行善，更虔诚地服从阿拉，建设大地，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，多多行善，团结互助和施舍事物，日是在这个高贵的月上。 最没得闪光点。母亲说：“阿拉最喜欢的人是对人们最有意义的人。阿拉最喜欢的行为是让母亲高兴，或解除他的烦恼，或解决他的债务，或消除他的饥饿。”我与母亲相。 兄弟一道去解决他的困难，比我在这个礼拜四、礼拜四里静坐一个月强。为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困难。阿尔滨巴的人阿拉在种族跌倒之日会事，起无法鉴定，初二、啊。 求你在伊利区月和伊利的八月给我们吉祥，让我们活到来买单吧。